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时43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北斗系统第55颗导航卫星。至此，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全面完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北斗三号收官的这个卫星的发射塔，卫星是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卫星的那个地方，它在到这个火箭上部之前，前期是在我们技术区的卫星总装和测试厂房进行了2个月左右的健康性的检查。那么这里头看到呢，实际上有很多模拟太阳光的灯管，来检查我的太阳电池翻板工作是不是正常的。这个呢，就是总装的工装设备，卫星一般是直接的放在这个上头，可以升高，可以旋转。您这帽子有什么讲究吗？我们这样戴帽子是为了防止帽檐碰到了卫星的产品，主要还是从卫星的安全角度考虑的。蓝色的叫微波的锡箔材料，就是像个尖坯一样的特殊的纸质的外表涂有一种这个材料。哇哦，太空就是一个开阔的空间，对面没有任何的反射物。厂房水泥钢筋呢，对无线电信号具有非常强的反射的效果，为了减少对我们这个卫星信号的影响，我们就设计了这个锡箔墙，可以使发射过去的信号反射回来的减少这1000倍，信号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我们老把卫星比作我们的孩子，这边就跟我们生完孩子以后出院抱回家之前还要进行几天的健康状态检查，才能最终确认它可不可以发射升空。所有的北斗卫星在这里都是成功的发射，圆满的成功。我的演讲将在这里开启。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上网课就用猿辅导。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不易改善神眷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开讲仍然采用云录制的方式，我们首先把地处天南海北的6位青年代表通过我们云端的连线邀请到我们的演播室来，欢迎各位，欢迎大家，你们好。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呢，是和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有关，北斗。中国人对于北斗的感情之深啊，自古以来就在各种各样的古诗词、文学作品当中反复的被提到过。人们仰望夜空，北斗是能让他们感到内心踏实和温暖的一种光明的指引。而今天在中国人心目中，北斗两个字又有了新的含义了。没错，中国人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正是以北斗命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第55颗卫星升空了，而这一颗星也被誉为是收官之星。那么这55颗卫星背后有多少的故事，这一颗收官之星又意味着什么？掌声有请我们的开讲嘉宾，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北斗三号导航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谢总您好。你好小撒。您好谢总，欢迎您通过连线的方式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太漂亮了，您这身后的背景，您这是在西昌是吧？我看这后面写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对，我现在就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嗯，我身后的塔架就是我们发射北斗收官之星的发射塔架。很多人可能不明白这个收官之星的意义是什么，您能给大家说什么？我们下围棋的时候最后几个子儿就叫收官，收官。所以我们北斗全球系统的设计呢，是3颗静止轨道的卫星，我们叫 GU 卫星，3颗倾斜同步轨道的卫星叫 IGSO，24颗中原轨道的 MEO，最后一个 GU 卫星就是我们
最后收官的这个子儿，收官的这颗星。现在在我身后这个大屏幕上，就是咱们这颗收官之星的模样吗？这个是太阳翼没有展开时候的，对呀，两边各是三片太阳翼，所以是个立方体的这样一个形状。那么入轨以后了，太阳翼它要展开，同时另外两边的那个天线了，我们实际上就跟我们的折叠伞一样，在发射前它是收拢在，装在卫星的两侧的，到了天上以后，这个太阳伞再一打开，形成一个6米的这样一个网状的一个天线。所以现在大家在我身后看到的，这就是咱们收官之星，就是第55颗卫星到了天上开始工作，所有的部件打开以后的样子。在这儿啊，想给观众朋友们梳理一个时间线，很有意思。在2017年，我记得非常清楚，也是6月份，杨长峰总师来开讲，当时他告诉我们，到2020年前后，应该55颗星能够完成全部的发射。天上一个碗，地下一个碗，形成了我们的天罗地网。这个天罗地网就是我们的北斗系统。我们的目标是2020年就可以保证我们的全球。我们的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是2007年发射升空的，然后过了10年之后，杨长峰总师来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发射了23颗。从2017年6月到现在3年当中，我们发射了32颗卫星，在全世界的航天大国来看，这个速度都是相当惊人的呀。是的，2007年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全面进入了北斗卫星组网的这个发射期。所以杨总当时在开讲里头向大家展示了北斗全球系统的一个前景。据我了解，原定的计划好像是在2020年底。这半年对于航天人来讲意味着什么？从系统的效益上来讲，我们就可以尽早的发挥这半年的效益，因为天上已经有20多个北斗3号的卫星在等着。那么对航天人来讲，就是要更多的付出一些自己的这个汗水，同时呢，要把产品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得可靠，操的心更多一些。是，但是您这么一讲，感觉挺轻松啊，多付出点汗水，多操点心。这么大一个系统工程，不是说提前一天两天一周两周，而是提前了半年，这真是一个让人惊叹的数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巨大的开讲舞台，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塔架前的这片特殊的舞台，我们留给您，有请您为我们开讲。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主持人小撒好。今天呢，我站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站在北斗3号最后一颗收官之星的发射塔架，这个心情啊，既激动又平静。激动在哪里了？就是北斗系统从工程立项以来，大家一路走来，经过了艰辛万苦，度过了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完成了北斗1号、北斗2号，一直到今天北斗3号的收官之战。平静的是了，作为一名航天人，我深知航天事业是一个高风险的事业，走到今天，前面的成功不代表着后面就没有风险，所以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北斗系统呢，是我们国家独立自主、独立运行的一个卫星导航系统，它对国家的安全、国民经济的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为什么 GPS 在世界上应用的面非常广，中国人还要设计、研制又花钱、技术又复杂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呢？那么1993年，可能有的同志都知道，我们发生了一起叫做银河船事件，那么就是我们国家的商船银河号在公海航行的过程中呢，无故的被 GPS 信号中断，导致了在那儿搁浅了3周左右。所以作为中国来讲，我们是一个航天的大国，在发展航天项目的同时，必须要有自己安全独立的食品基准系统，一定要把
非常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卫星导航系统要搞上去。世界上主要的航天国家都在规划和建设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不光美国有 GPS， 俄罗斯有格罗纳斯，欧洲也在建立他们的这个伽利略系统，日本和印度也分别在有这样的规划和行动。那么我们从北斗一号、北斗二号一步一步走过来，那么到了北斗三号了，目标就更加明确了，一定要实现所有的产品100%的国产化。关键产品、关键技术如果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特别像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基础设施的话，那么将像沙漠里头的高楼大厦，没有基础是不牢靠的，万丈高楼平地起，整个国产化的工作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么我想跟大家举个例子，那么在北斗二号卫星上头了，我们还有一个为用户发播这个信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叫邢博尔功率放大器。邢博尔功率放大器是什么呢？卫星处在36000公里和21000公里这么高的高度上，无线电信号要传播下来，那么它的衰减是非常大的。为了保证用户能够很好地接收到这个信号，必须把星上产生的导航信号要进行放大。那么以前我们国家的邢博尔放大器都是采用的国外引进的产品，那么从北斗三号开始了，我们开展了国产化的研制工作。那么在这个研制工作中间，应该说碰到了很多难题。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呢，就是如何基于国内的工业基础技术水平来定义我们系统上所要采用的这个邢博尔放大器的技术指标、技术参数。同时呢，卫星又是一个长寿命、在轨不可维修的这样一个产品，所以我们如何把地面的工作做完之后，对它的质量可靠性进行验证，验证的方法怎么制定，也是一个难题。那么我记得我们组织多家单位强强联合，极致攻关，有一家单位最先的做出来了6台可以提交飞行的这个产品，在准备验收、检查产品测试和研制过程的数据包的过程中，我发现其中有一个参数邢博尔的螺流，它实际上代表着是邢博尔工作状态下某一个的电流的参数，那么这个参数相对来讲比较大，且在某些工作的条件下也不稳定，到底对卫星的信号有哪些影响，对卫星在轨长期的工作有多少影响，我自己和研制厂家都没有非常大的把握。但是从质量第一、不留隐患、坚持关键技术一定要突破才能上星的这样原则下，最后还是把6台放大器给拒收了。它拒收之后呢，实际上把我们整星的研制计划也给搁置了。那么拒收之后，我天天都心情都非常这个不安。那段时间里头，我自己是每天坚持要到这个厂家去进行讨论。那么实际上我们的一线的设计人员、调试人员是付出了2个多月多重的这个回合才将这个参数调整好。我们专门安排了可靠性专项的实验，对它进行了加速的12年、15年、18年的考核，证明了改正后的产品呢是可以满足我们在轨工作寿命的要求。目前北斗三号上已经有近200台这样技术状态的邢博尔放大器在星上应用，那么最长的已经工作了5年。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不做决策修改这个螺流参数的话，可能我们现在有些邢博尔放大器只能工作1年2年就会性能降低，甚至是功能丧失。所以作为航天来讲，如何把握整个自己的这个产品的技术状态，如何的在技术和工业基础受限制的情况下能够不断的突破解决问题，确实是对我们的一个考验。卫星导航系统呢，是一个高精度的太空时间和位置的太空灯塔。那么高精度就体现在
它的所有的一些自身的参数上的一定是稳定的，一定是准确的。那么我们在研制的过程中间了，星上有一台非常重要的时频设备，产生时间和频率信号的这个设备了，在测试过程中间了，偶尔的会出现有一纳秒的这样一个跳动。一纳秒可能大家都知道，它是十的负九次方秒的这样一个概念。假如一个时钟它每天变化一纳秒的话，那么300万年之后它就会累积变化一秒。所以这个一纳秒对我们日常生活来讲可能比瞬间比刹那还要短得多，但是对于高精度的卫星导航系统它是无法容忍的。一纳秒对应的就是我整个卫星上头自身测量的一些参数建立的基准就会有0.3米的这个偏差，而这个偏差呢在带到地面用户那儿可能就无法保证我们系统设计要求的10米、6米的这样一个定位精度，可能就变成20米、30米了。特别是每颗星如果都有这样一个问题的话，那么整个系统的服务就会大大的打折扣。更不要再谈我刚刚讲的北斗系统，我们除了提供基本的导航服务以外，还要提供精密的导航定位授时的服务。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应该说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查找这个问题。那么经过反复的排查了，最后发现实际上是由于我们地面测试设备的一些测试方法会导致这样子偶尔跳动一纳秒的问题。所以一纳秒这个事情呢，在我们整个北斗人的这个概念中间就是不容忽视，不允许有一纳秒的这个偏差。我们中国的北斗相对于国外的几个卫星导航系统还是有许多独特之处的。那么从技术体系上来描述来讲，怎么看呢？在系统的设计上来了，我们实际上就是采用的空间星座是跟美国 GPS 和其他几个卫星导航系统不一样的。美国的 GPS 呢，它只有20000多公里的中原轨道的卫星，我们中国的北斗呢，同时还有在36000这个高度 GEO 卫星和 HSO 卫星，相对于地球的这个固定关系和相对的区域关系了，所以它在形成区域的服务能力上是有巨大的这个优势的。一般的卫星导航系统呢，它只提供导航定位和授时的服务，中国的北斗卫星呢，相对于美国 GPS 卫星有了更多的这个功能，像短报文、通信位置报告，还有星机增强等等这样。特别是这个短报文和位置报告这种功能，在2008年我们国家发生的汶川地震的时候得到了非常好的应用。大家都知道地震之后所有的基础设施都被损坏，无电无通信设备，我们的救援人员拿着我们北斗用户机以后到了一个陌生的地点，他通过定位可以知道自己目前在的经度纬度，告诉调度指挥中心，同时他可以通过这个终端告诉他所看到的受灾情况。那么北斗系统的这个精密单点定位和星机增强服务了，它对整个智慧城市的建设，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正在开发的自动驾驶、无人机送货等等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精密的导航定位它的指标是什么呢？动态分米级、静态厘米级的这样服务精度，这样子我们车在车道上运行的时候才不会发生交通的事故，前后之间的距离了才能够精确的通过遥感的技术敏感出来，然后来进行控制。在北斗三号的技术和应用方面我们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那么雷神山、火神山的医院的建设了，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首先就是要把所有的这个定点位置的基准要测准。北斗系统呢具有这种覆盖性广、测试精度高的这样，所以可以很高效的把所有要打桩、要这个设置基建设备的地方测试出来，指导后续的建设工作。那么在5月份的我们珠峰测高的过程中间，应该说我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
和对应的终端也作为主用设备，作为主要的测量手段，参加了珠穆朗玛峰2020年的测高项目。北斗系统啊，在各个领域虽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我们离天上好用、地上用好了，实际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更多的了解北斗，更好的使用北斗。北斗的使用呢，应该取决于人的想象力。人的想象力不开放，我们北斗的效益也就无法得到发挥。北斗系统从1994年走来，应该说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大家也付出了很多。收官执行不代表着北斗工程的结束，而是整个工作、整个系统发展的一个新的节点。备份星的研制工作还是非常重要，摆在我面前的一个任务。同时我们要面向用户，面向整个国家和全球经济发展的需求，开展新一代卫星导航技术的研究。我想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北斗一定会得到广泛的应用。谢谢大家。谢谢谢总，谢谢谢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谢谢。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上网课就用猿辅导。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邀请您继续关注开讲了。您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当中啊，很多都让人非常的震撼，比如说这个一纳秒的故事，我在下边听着，我就坚定了一个想法，就是像我这样的人是搞不了航天的。航天人骨子里都是追求完美，甚至追求到偏执的这种程度。那不一定，小萨，你要当时走进航天领域，你也会被航天的这种氛围，对它的这个环境所感染，我也会被打磨成完美，会变成一个合格的航天人。是，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一直在通过网络把您的开讲进行现场直播。小薇，赶紧出来让谢总看一看您。来了。你好，小薇。Hello， 谢总设计师，你好。他一直在直播间跟网友们进行互动，搜集网友们提出的有意思的问题。他们都对卫星还有北斗系统非常的感兴趣。都想上天吧？那是必须的，我也想上天呢。大家最感兴趣的是什么问题啊？谢总设计师的开讲非常的专业严谨，一丝不苟。但是大家问您是不是特别紧张啊，所以演讲的时候都是不苟言笑的。每颗卫星发射前啊，应该我自己想的都比较多。那么收官之星呢，对我自己的压力应该说更大，对团队的压力又更大。所以在这次呢，我们实际上是在发射场待的时间也是最长，工作做的也是最细。谢总现在的心情就像是爸妈这个身后的孩子已经背上了小书包，马上就要去上学了，现在是这种状态是吧？实际上不是看着像自己的孩子要上学，上学他今天下午就会要回来，实际上他是要自己成家之后要独立的这个生活，甚至是要远离我们。卫星远离我们以后，实际上我们还非常的关心他。这颗卫星上天以后，实际上我马上就要转到另外一个地方，要到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火箭送到一定的高度之后了，它还要按照整个星座分配给它的位置，它要站到它应该站的那个队形的那个位置里头，所以我们叫做变轨。之后了，我们要对这颗卫星再次的进行所有设备的健康检查，我们叫在轨测试。之后了，我们要跟地面系统一起对它进行入网前的这个联调。等这些工作都完了以后了，那么就转入到长期管理维护的这样一个岗位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突然有了一种淡淡的忧伤，就像一个远行的孩子，可能作为父母永远是在背后支持着他，但是可能很难再有相聚的时候了。实际上我想说一句啊，航天人把卫星送上去以后，应该讲没有什么伤感的，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产品送入到这个星辰大海里头，
发挥它的作用功效，才会真正的实现我们服务人类的这样子的功能。我刚刚想努力在观众面前让大家知道科学家也是感性，刚说了一点带情绪的话，谢总马上说我们不伤感。我们没有伤感，卫星发射上空我们真的不伤感。我们很兴奋，很兴奋。对，那么多年的一个梦想。谢谢小薇，再见，下次再见。谢谢小薇，再见。继续照顾好我们的网友啊！再见，谢总。好，拜拜，别忘了给自己充电。再见，拜拜，拜拜。接下来呢，我将把时间交给我们六位青年代表。第一位，您好，主持人好，谢总好。今年是中国航天的超级2020嘛，然后也是北斗的收官之年，准备想做一个北斗的全家谱。哦。我一开始以为北斗只有北斗一号、北斗二号、北斗三号，然后在一番搜索之下，我发现其实它有差不多接近12种。我画了一组图，希望谢总看一看是否正确。他画的准确吗？这位朋友画的应该是准确的。嗯，北斗一号了。我们是静止轨道的，只有一种卫星。嗯，北斗二号开始了，我刚刚讲了，实际上是3种轨道的，只是3种卫星呢，当时的这个 IVU 和 IGSO 从形状上来讲，外表是一样，里头装的不一样。嗯，家庭成员都齐了吧？他没落掉谁吧？没有落掉，没有落掉。我就特别好奇，您和您的同事们自己会给卫星起名吗？我们会要起的。我们把 GU 卫星有时候称为哥哥，因为它个头也比较大。哎，它老大，所以它是哥一哥二哥三哥一哥二。同时呢，有的同志从吉祥吉利这个的角度来讲，把3个吉字堆在一起，折就是有智慧的意思。把我们收官的这颗星呢叫折星， MU 那个星呢小一点，嗯， M妹，所以有时候也把它叫一妹、二妹、三妹，大哥、二哥、三哥，这一家，所以也有这样子的叫法啊。大家对卫星啊，自己设计研制的卫星就跟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真是，我在搜索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北斗卫星的质量是在不断增加的。北斗二号的时候，卫星只有2吨到3吨，等到了北斗三号的时候，质量已经增加到了4吨。想问一下总师，卫星的体积跟质量越来越大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北斗四号系统是否会更加庞大？北斗一号到北斗二号了，应该说北斗二号的重量了是有所增加。北斗三号 MEO 卫星相对于北斗二号的 MEO 卫星来讲，北斗二号时候当时是2吨1一颗卫星，那么我们现在实际上到了1吨1。北斗三号的 GU 和 IGSO 卫星呢，确实相对于北斗二号的还是重了很多，因为我们在提供用户的服务方面是要做更多的工作，包括我们要配置更高精度的原子钟。以前我们北斗二号配置的是钌原子钟，它的这个频率的长期稳定度啊，应该说相对来讲不是很高，只能达到10^-13这样的次方。我们到北斗三号上头了，我们就配置了氢原子钟，它的体积重量了是原来钌原子钟的4倍到5倍，所以它本身重了。那么当然它带来的用户的好处了，就是它的指标了也提高了一个数量级，这样子保证我们可以由原来优于10米的定位精度了，现在进入到了优于4米、优于6米这样一个这个水平。所以卫星的重量的增加应该伴随的都是用户体验的这个提升。如果未来在其他的领域，材料应用领域等等，就像当年的手机的发展一样，从最早砖头一样的大哥大，到现在大家这个手机超薄的，它实际上不简单的是手机这一个行业的发展，它是背后无数的行业的支撑。是这样子的，就是整个卫星的重量实际上是跟它的能力相关的，同时你的工业水平、技术水平高了以后，那么你这个的这个关系了倍数就会放大的更多。好，谢谢。好，
我们下一位青年代表。萨老师您好，谢总师您好，我叫孙宁。刚刚我在听谢总师演讲的时候，然后讲到说北斗卫星将会是我们中国独立安全并且稳定的卫星系统，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振奋，然后但是我又转念一想，这个天网还会越来越精确，我就对我那个考驾照这件事情啊感到了一些担忧。自从北斗系统应用到了这个科目二考试之后，我的这个科目二的考试是挂了一次又一次。那是因为你没用对北斗的软件，北斗它用到那个考官那儿了。有一款设备能用到驾驶员身上，将来像解决自动驾驶啊，你都闭着眼都不会出事的，都可以通过。因为我已经挂了五次了，我每次在 S 弯道转，它在转的时候，你的车身只要稍微擦一下那个边，它都能测出来你偏不偏。对，相当于用卫星导航系统来监测你的操作是不是符合路面要求、安全要求。我想问一下谢总师，咱们这个技术它到底优化还有就是精进，它的速度有多快？我看看我要多努力，我才能把这个科二给考过。你要赶在北斗完善之前是吧？赶紧考。对，我想你要不努力啊，不认真的按照这个驾驶员的要求、教练员要求，北斗不发展，你也考不过。从现在来讲，北斗现在的技术应该说足以监视你到底符合不符合这个考试的这个标准。那么北斗现在精确定位啊、导航的应用，实际上它不光是用在这些方面，它的精确的测量啊，包括一些毫米级的也得到了很广泛的应用。大桥如果它有一些这个形变，就会有潜在的危险，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桥墩上很多地方都安有这个北斗的终端设备，那么它定时的进行这个位置的检测，跟标准的这个数据进行比对。同时我们再有一些多灾的山区了，在山坡上也放有北斗的这个终端，那么山体滑坡有一点征兆，它就可以发出警报信息。未来的技术啊，可能比这个更先进，那它用的地方也就不在这些地方，这就小菜一碟了。我刚才在想，我说用了这个系统之后，我觉得一定会有越来越多懂礼貌、守交规的好司机出现的。是的，是的。下一位，谢总好，小蔡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我看他的服装很熟悉，应该就是我身边的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我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工程师于新辰。在本次这个北斗三号任务的定岗中，我担任我们运载火箭的低温动力系统指挥员。我的职责是将液氢和液氧加入到火箭中，然后保证我们在火箭发射前所有的工作都能够准备完善顺利。另外还要跟谢总说一下，我参加了北斗三号的所有卫星的发射任务，我为此感到非常骄傲。非常感谢你。但是能感觉到谢总好像跟你平时碰面的机会应该很少。是的，小鱼他是负责把我们送到太空的这一部分，他的工作非常非常重要。您相当于是货主，小鱼他们是物流。对对对对。我现在担任的是一名火箭分系统指挥员，可以说每一个分系统指挥员都希望能够成为为火箭发射倒计时的动摇指挥员。动摇。另外我也听说谢总是在一通电话以后承担起北斗二号总师的一个重担。那么我想问一下谢总，就是从一个具体的岗位到一个大系统的总负责，在这个过程中您认为应该如何完成这些转变，应该又如何应对在这个过程中的挑战呢？我自己呢，是2003年航天五院把我从一个研究所负责卫星的关键设备和分系统的研究所的这个人员调到了北京，担任卫星的这个总设计师。那么去了以后呢，实际上我也正像你说的，碰到了很多自己了解但是又了解的非常肤浅的一些这个内容，特别要负责一个整体卫星的设计啊，我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所以我的做法呢，就第一个自己还是要打牢基础，认真的去补习这方面的一些基础知识。同时呢，我也充分的依靠我团队中间一些有经验的，
你像我刚去的时候对卫星的电源系统了解的就不多，那我们就请教电源方面我们有经验的老专家，那么依靠大家的力量来完成自己的能力的提升。所以我相信经过你的努力，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啊，不断的加强学习，一定会不断的进步，成为我们一个优秀的动摇指挥员。谢谢谢总，我也会认真学习继续努力的。另外谢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目前正处在一个加速探索太空航天事业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是我们纵观世界航天历史，每一个国家在探索航天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问题，也有一些失利。作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一员，在以往参加任务的过程中，我也处理过一些突发的紧急情况。那么您是怎么看待航天发展过程中的失利呢？实际上作为火箭也好，卫星也好，航天事业的每一次的这个发射，每一次的实验都是高风险的。对，我们老说今天成功了，稍微再有一些变化，它可能就是失败，就是成功是差一点失败，失败是差一点成功。在发射前对卫星火箭的所有数据所有状态要认真的检查，才能做到发射结果卫星在轨工作的万无一失。那么对于这发火箭呢，实际上我和火箭的同志都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我们对可能认识到的问题都一一的加严了进行检查确认。那么北斗现在火箭应该说已经发射了40多次，每次的结果应该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也曾经多次的说过，我说长三火箭也是北斗的一个幸运的火箭，长三火箭发北斗的时候一定不会失败的。好的，谢谢您，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北斗卫星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的升空。最后谢谢谢总，谢谢萨老师。好，下一位。萨老师好，谢总师好，我是来自四川西昌航天学校的戴思腾，我今年14岁了。哦，是个中学生是吧？是什么学校？你再说一遍学校的名字。西昌航天学校，因为航天是我们西昌的一个名片嘛，所以我们学校就用航天学校来命名。哦，您在演讲中提到了国产化，想问问你，要想实现大国重企，实现国产化，我们国家比较缺少哪方面的人才呢？我们的一些原材料还是要有，像我们现在很多单位呢也非常需要学化学这方面的一些这个人。再一个就是像元器件，元器件实际上它是一个把很多技术要集成起来，最后形成的一个比较小的单元级的一个这个产品。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立志于投入到国家重点工程研究的这个年轻人，应该首先还是把基础知识打好。其实作为年轻人来讲啊，尤其不要忽略那些基础性的学科，包括咱们国家的很多这种基础性的研究需要优秀的人才，所以自己要有一个冷静的判断，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不要跟风。你现在有自己的方向和目标吗？我还是比较想选择跟航天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加油。实际上航天里头设计的专业啊，应该说非常多的，设定一个方向学什么专业，应该说将来都是大有作为的。对，好的，谢谢谢老师。小萨老师好，谢董事好，我叫做曹宇杰，我其实是一名考古学生。考古现在主要还是研究地下的东西，实际上真正人类的起源是要往天上走才能找到人类的起源。 对， 对，没有错。北斗七星的话呢，在我们古代有着定方位、定季节、定时间这么样子的一个作用，所以的话呢，它在我们中国古代呀是非常受崇拜的。我们有很多的神其实都是跟北斗七星有关系，比如说有紫薇大帝，比如说有斗母。我想问问谢总师，就是你们搞航天的这群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时常仰望星空的缘故，所以特别的浪漫，在取所有的这些发射器的名字的时候呢，都跟我们中国神话是有关系的。我想说的是，我身边的航天人啊，实际上有非常浪漫的人，也有这个
不太浪漫的人。您是一个浪漫的人吗？我觉得我不浪漫，所以应该说我身边的这个航天这个朋友啊，各种类型的人都有。至于为什么中国航天的一些项目的名字都跟这个神话里头的一些这个名词呀名字有关系，我觉得还是航天了实际上是人们要走向太空实现自己梦想的一个非常有寄托的一个领域。像我们要探月，那月亮上就有嫦娥玉兔，所以我们就叫嫦娥，是吧？对，我这个要为人类服务，导航定位，告诉人家时间的，所以我就跟天上的这个北斗星座联系起来，就起名为北斗。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人们知识啊各方面一种联想。有一颗卫星专门寻找暗物质，赋予它火眼金睛，叫悟空。然后还有包括太阳监测计划，我们就知道它叫夸父，因为它叫夸父追日。很多很多这些名字，每一个都是隔着漫漫的岁月而来，有着只手摘星辰的豪情。我们今年要发射的探火卫星就火星一号卫星了，刚刚命名，它叫天问一号。天问，天问，哇，这屈原的。对，所以我跟你讲，航天人啊，要浪漫起来啊，就没有别人什么事了。航天人既要这个仰望星空，同时还要脚踏实地。就我觉得理工科的浪漫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实现。对，它实际上呢是把我们的古代神话的那些梦想变成了现实，浪漫着前人的浪漫，豪情着万丈豪情。把一个五吨重的卫星发射到地球上空的轨道，让它在太空遨游，还有什么事比这种事更浪漫的？谢谢我们谢总师，谢谢小三老师，谢谢。好嘞。耽误了谢总好长时间，我觉得谢总呢也难得改换一下心情和节奏，跟年轻人聊聊天。谢总师在演讲中说到了一句话，所有的成功都是差一点失败，所有的失败都是差一点成功。我想这是一个科学家的态度，这更是我们面对人生的一种态度。无论是面对顺境逆境，成功挫折，我们始终要知道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每一次成功是因为什么，每一次失败又会是因为什么。也只有用这样严谨的精神去对待每一次挑战，我们才能获得我们想要的结果。再一次掌声感谢谢总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再见。谢谢小撒，再见。小微课堂来了。随着北斗三号收官之星的发射成功，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全面完成。30颗卫星组成的优异星座，不仅使服务范围从亚太地区扩展到全球，更是将原来大众用户10米的定位精度提升到优于5米，是不是很优秀呢？那么，遥望地球、守护地球的北斗，未来如何更好地为人们生活提供帮助和便利呢？其实，北斗系统在很多面向大众的应用服务早已走向前沿。在农业领域，利用定位和数据采集能力，北斗系统大幅度提高了农业机器的自动化和精确化作业水平，大大降低农业生产的人力、资金和原材料。高原作业的牧民们手持北斗智能终端，人在家中做，像玩游戏一样，就可以对草场动态实时监控，规划放牧路线。凭借强有力的信号和覆盖优势，北斗导航终端在全国森林防火系统中投入使用，成了保护森林环境的顺风耳和千里眼。北斗的高精度测量功能更是广泛应用于大地测量、资源勘察、地壳运动、工程测量、海洋测量等领域。内嵌传感器的北斗井盖自动报警模式全程开启，低调而警惕地呵护着城市每一个角落。随着北斗导航系统和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进一步融合，将会在智慧城市、自动驾驶、无人送货等方面发挥更大效益。正如谢总所讲，北斗卫星导航的应用只取决于人们的想象力。